个是鸡毛掸子，你拿那个去把桌子给它弄一弄，弄干净，因为桌子上有一些灰尘的。对，好，另外一边也是哦。好，那你打火机先拿起来啊，我再帮你拿起来。好的，把上面灰尘给它用干净，好，这样子神明的大厅才会干净，不会有灰尘。啊？干净的吗？哎呀，还是很多灰尘呢，这里还是脏脏的，还是很多灰尘。这边给它弄干净一点。哇，好像变干净哦，有变得比较亮哦，本来上面都是灰尘哦。是哦。好的，这样子应该可以的，好吧，给爸爸，爸爸帮你把它拿回去放，挂着，是挂鸡毛毯子的。OK。那个是谁？啊？那个是阿宙的爷爷。